我愿意啊！前晚边个得到莫名师讲我愿意咁令人抱桃啊？咪赌王四太仔仔何猷铿咯！四太喺2005年出任澳门立法会直选议员，已经连任三届噶啦。今次佢组织咗澳门发展新联盟再选，唔止咁啊，佢仲揾埋大仔猷铿加入候选人名单。近排两母子拍住上四围去拉票，好出力噶。我老细咧就系爱我多过爱台嘅咁多年，因为我同佢十几年感情。阿瑞啊，你今日咁啱路过，支持下我哋好唔好啊？梗系啦。莫名师嘅唱功就唔讲住啦，讲系网民见到呢一幕点睇啊？仲话系黄师讲者，为咗交情就唱个建制派，笑拧死人咩？谂唔到同建制咁 friend 喎。咁呢位网民你就有所不知啦，猷铿同莫名师嘅 ex 即系林作咧，喺英国读埋同一间中学，已经好 friend 噶啦。四太前晚啊，仲讲笑话，佢喺莫名师16、17岁嗰阵已经识莫名师噶啦，仲觉得个女仔几好，读书又叻，超一考到好嘅大学啊，都系多得莫名师帮佢补习咋。点知之后莫名师同咗林作拍拖，唉，觉得猷铿走咗步咯。四太又否认莫名师呢次系为佢站台，同猷铿夹都冇咁口供一致，话莫名师同成班朋友去澳门玩，去捧猷铿场啫。哎呀，咁莫名师咪好阴功，无啦啦一身蚁。当事人寻日回应翻传媒，话人生第一次见猷铿咁努力同埋投入，好想鼓励下。其实佢都唔知背后嘅政治立场，下次会小心啊。